年得到第32届金曲奖最佳行业专辑奖的纯棉乐队，也一波个疫情期间，佮得有近一次，只得来看两百多。除了准备线上音乐会、做节目，还托个旗下本的客家书办展览，变出了新的可能。由传统里也不给为天使卡擦金，制作擦球机纯棉乐队也按动眼泪，老师提计划尊重线上操作，规模简单，等到疫情卡得了，纯棉乐队无限七插，准备团单曲曲名机，我二就冲你二十个面，内里发通。想要去变更，想要从实体走到线上这样子的一个方向，去发展成这么多的东西，甚至包含了。面歌包含面歌本来就要做，可是包含了这个展览，然后还有刚才提的线上音乐会。太太给他们想家本人看到，就像大厦行业正经经营，无论系哪种心情，面对未来都系忙地嘅考验。歌词一扎丝一扎丝，因地气魄之大，强烈嘅笔触，激下人人嘅评价。那客语对我们来说会有点像，气泡纸就很隐喻说。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样的语言，如果不去重视的话，很容易就会消失。三重地度，每县的家本给客家县书，作家总是要整给路边花，还有看物天花，西沙团圆，每位行业发生，地府后悔给保庇下，散布等营养给奖。客家新闻林伯君、张美云特别报道。